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寒。现在我在 YouTube 已经开通了会员功能。为什么要开通会员功能呢？作为会员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嗯，其实说实话没啥作用，但我又不得不开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想让这些内容掺杂太多的商业元素。当然，我也喜欢钱，也需要钱，但我还是会尽可能维持这里的纯净。另外，我也不打算走一般视频创作的带货路线。 或者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大师，给大家做量子治愈，或者卖什么加持品。我只是想认真的给大家奉献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经过检验真实有效的东西，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。一切都是因缘所成，如果能得到大家真金白银的认可，这样我才能安心做内容，不用再想着怎么变现，怎么活下来。法不是用来贩卖的，加入会员并不是要卖给你什么，这是你对我的支持。 对这些内容的支持，因为有你的认可、支持和鼓励，我才能持续创作。也谢谢你采用如此优雅的、有智慧的、体面的方式鼓励我继续，谢谢。